首先呢，咱们撒网之前啊，先看看这个撒网之前，先看看线子是怎么拿的，是吧？这网结好以后，这个线子啊一排在这虎口上面，看到没有？一排在这虎口上面，把这底缸拿在手里面，不要用手指勾，不要用手去拽啊。这边左手的网呢，到左手，你要。左手的网，把最后几个都用大拇指甚至把它捏下就行了。很多朋友他说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呢，打远的时候网不开，打远的时候网不开呢，你不要完全侧向这样站，侧向这样站发力的时候呢，横向发力力度太小，纵向发力呢网不开，那就是往横向啊，网呢尽可能呢往身体的左边摆一点，往身体左边摆一点，摆起来以后往回拉到中间。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一直都是，反正就这样啊。平时打远，如果你想打得更远，你可以把你的网做得小一点、轻一点，应该呢能更远一点。网越重，你越打不远。所以说，这个平时不要以为重网能打得更远。